上班时候过来开车说去单位啊，我一看没了。哦，那你这车价值多少钱？价值39万。眼前的这名男子家住在河北省原市县城，4月6日早晨上班时发现停放在路边价值39万元的棕色城市越野车不见了。地方就在这儿睡着停着。为什么停在这儿啊？是不是当时下雨车多停这儿？他刻意的将这个车停放到咱们这个视频，就是这个视频监控辐射的范围内，啊，以为这样挺安全，啊，结果一早呢，7点多发现车辆被盗了。正当民警在现场调查杜某车辆被盗的情况时，又一条车辆被盗的信息传来。胡某发现呢，骑在这个盘龙路的路边停的一个黑色的越野车被盗了。价值29万元。早上送孩子的，早下楼送孩子的，一看车没了。事主胡某说，因为所居住的小区没了车位，便将车停在了马路边，没想到车竟然被人偷走了。连续两辆越野车被盗，民警倍感压力。这个案值比较大，而且到实际上是同一天，所以到实际上是咱们高度关注，迅速启动到实际上机制，咱们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成立后，民警很快在胡某车辆被盗的现场北侧的一家洗涤店发现了线索。洗涤店的监控录像拍摄的画面显示，盗车的嫌疑人至少有两人，他们戴着帽子、口罩进行伪装，先是把车门锁撬开，然后发动车辆将车盗走。在监控视频中，民警还发现了一辆黑色轿车，这辆黑色轿车很有可能是嫌疑人在作案时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与此同时，失主胡某反映，被盗车辆的存油不多了，最多能跑10几公里。民警由此推断，嫌疑人肯定会在附近加油。但是，对县城内的各个加油站进行调查之后，民警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这说明嫌疑人在盗车之后，应该是将车直接开出了县城。那么，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车辆被盗，迷雾重重，嫌疑人驾车逃向何处？是在案发前一天晚上的11点，人家是因为有雾直接封了路了。路况复杂，伪装前行，嫌疑人欲盖弥彰，民警寻影追踪。假车牌、被盗车牌，车辆频频转移，警方侦查费尽周折。一线正在播出夜奔。民警迅速调取原市县城各路口的视频监控，查找被盗车以及前后伴随的车辆，在多个路口都发现悬挂 GF611AF 牌照的黑色轿车与被盗车伴随出现。民警调查发现 GF611AF 系假牌照，从而认定该车很可能就是嫌疑人作案使用的交通工具。伴随着两辆被盗车结伙逃离，我们当时就推断这个车就是嫌疑人的作案车辆。经过查询这个车牌号呢，发现呢这车牌号为空号。民警在追踪三辆车的逃离路线时发现，在凌晨2点多，这三辆车结伴经过了原市县与赵县的交界处，驶入赵县境内。但是在赵县城区308国道一个车辆必经的路口处，民警却没能发现这三辆车的轨迹，而在上一个路口也没有发现车辆返回。那嫌疑人驾车到底去了哪里？将这个情况反馈到我们指挥组，指挥组呢就命令我们就在这个原市与赵县交界这个交界处十几个这种岔路
这个路口，我们每一个路口都去调查。到家门口那儿，哎，那个交通头啊，那儿，村委会那儿有，村委会那儿有监控，不要你去吧啊。结果当然我们到高速路口一调，一查询那个录像，上边人家干脆是在案发前一天晚上的11点，人家是因为有雾直接封了路了。民警看到高速公路收费站显示屏上的雾大风道四个字，才突然想到大雾天气下车辆的行驶速度肯定很慢。民警重新调取了赵县308国道路口的监控，最终发现在凌晨4点左右，三辆车结伴在此经过，本来不到20分钟的路程，嫌疑车由于大雾原因足足走了1小时。这是人家一个二个，这是啥？这是三。指挥研判组呢，根据咱们以往这个办理倒车案件的经验，以及呢咱们就是专业的倒车犯罪的高危地衡水沧州一带，我们大胆的推断啊，这个嫌疑人很可能就是驾车逃往了衡水沧州一带。所以呢，指挥研判组重新调整追踪方案，将咱们追踪车辆逃离路线的这一组人呢重新划分为2组。一组人呢巡线追踪，还是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往下追。一个，俩，这是 CRV，前头应该还有一个，这个是三个，都打的双闪。你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而且雾特别大，三台车它的双闪，一台车它的双闪应该是很亮很特别的。到新吉了以后，咱们这个三岔路口看到路像一直向东了，咱们就一直追。民警追踪嫌疑车辆的同时，也将近段时间全国发生的盗抢车辆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民警发现，在山东省阳信县发生的一起盗车案里，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与车牌为 GF611AF 的嫌疑车辆极为相似，并且该车还多次出现在河北省深州市境内。嫌疑车的这个照片进行比对，发现了两车相同特征较多，他们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没有任何的年检标、保险标，而且车的前方没有任何的挂饰摆件，这个相当的反常。我们当时推断呢，这两辆车很有可能为同一辆车，可以确定了，嫌疑人要么他就在深州附近住，要么深州就是他经常过的一个必经之路。民警通过查询黑色轿车的行驶轨迹和串并案件，在河北深州发现了多条线索，这说明嫌疑人与深州市有诸多关联。民警将侦查重点放在了深州，果然民警在深州市西外环附近发现了嫌疑车辆。同时民警还注意到，一遇到复杂路况，嫌疑人就驾车反复绕路，
在一些路口甚至故意折返数次，行驶速度也是时快时慢，仿佛是在故意扰乱警方对车辆的追踪。是深州的西外环和它的东西的路叫长征西路交叉口，在那个位置这三台车发现非常特别清晰的轨迹，但是在那儿往下究竟东南西北没了。我们临时到时间又把大家拢起来，就借着旁边一个小店，我们临时又开了个现场会。我们当天调监控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好几拨人在这儿调监控，一开始呢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个监控，调了三四个小时始终没有什么发现，最后呢我们其中一拨人啊是在这个上爱宠物门诊这个监控这个门市的监控下边，哎，我们发现了这三辆车的踪迹。看这个当时这个监控辐射范围内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当时拍到了，这个监控呢记录下来了，是当时呢三辆车停到了这路边。通过不间断地调取监控，民警终于在深州一家宠物店的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下了嫌疑人更换被盗车辆牌照的经过。更换完车牌之后，黑色轿车和两辆被盗越野车就分道扬镳了。民警根据监控显示的情况分析，嫌疑人在盗窃两辆车之后逃跑时并没有给这两辆车悬挂车牌。此时是早上的5点多钟，天色已经渐亮，车在河北深州的外环，如果要进城就必须要悬挂车牌，不然会引来交警的盘问。如果挂上牌照就有利于警方的调查，因为车辆在经过一些路口时会被监控拍到牌照。但是之前的监控并没有识别到被盗车辆的车牌，那么嫌疑人给车辆挂的是什么牌照呢？正当民警为此感到犯难的时候，原市县公安局传来了一则消息，在盗车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原市县的一个老旧小区内有两辆车的车牌照被人给偷了，被偷的车牌上分别含有数字883和864。民警分析，这应该是盗车的嫌疑人所为，目的是要把车牌挂在他们偷来的那两辆越野车上。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嫌疑人。但是，民警没有想到，难题一个个接踵而至。车辆频频转移，民警追踪锲而不舍。高速路口黑色交易，警方顺藤摸瓜，中间商落网牵出特大黑色利益链条。一线正在播出夜奔。河北省深州市城区一街道卡口拍下的照片显示，悬挂含有数字883和864牌照的两辆车正是被盗车辆。此时黑色作案轿车和被盗车已经分开行驶了，民警决定调整追踪方案，一组继续追踪两辆被盗车，另一组追踪作案的黑色轿车。经过追踪，民警发现两辆被盗车进入了深州市区，
而作案的黑色轿车则开去了河北省安平县。两台被盗车作伴直接往东走，走没多远，然后往南走，直接沿审计路往南走，走了大约一公里，路边就一个小区，就直接拐进去了。当时一看这个拐进去以后啊，我们民警当时特别激动兴奋，因为说既然进了小区了，是不是进了嫌疑人家里头车库啊或者车位啊，直接就回家了。结果呢，我们到了这个小区内没有发现我们两辆被盗车，后来我们继续调监控，最后发现呢是两辆被盗车，嫌疑人呢将其中一辆黑色的这个被盗车停到了这个小区以后啊，嫌疑人又驾驶这个棕色的越野车又离开了。这个小区呢只是咱们黑色的越野车的一个停车地点。4月8日下午，民警们来到了位于深州市城区的这个老旧小区，可此时两辆被盗车已经被转移了。民警又继续追踪，发现其中一辆被盗车也开去了河北安平。根据监控视频，警方初步掌握了嫌疑人停放车辆的地点，但是等民警赶到时，被盗车辆再次被转移了。这两台车跑到哪儿去了？咱怎么必须要找回来？咱们继续追车这一组呢，发现车辆是在4月8号凌晨3点多的时候被转移的。当时呢，两辆被盗车在深州西外环附近出现，随即又消失了。民警呢就大胆的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将这两辆被盗车出售，买车的销赃人他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民警大胆推断，嫌疑人是要将被盗车辆出售，因为买车的销赃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将车开走大多会选择走高速。民警直奔最近的高速口展开调查，果然发现两辆被盗车从深州高速口上高速后一直往东驶去。民警继续调查，发现这两辆被盗车是从山东德州北高速口下高速的。4月9日晚，追踪组民警随即赶赴山东德州开展工作。在德州这下高速以后，然后咱们一路人赶过去，先期赶过去和当地公安配合，调取监控，然后发现这两台车进了一个比较旧的小区呗，复杂的一个比较会乱的小区，然后车进去了。然后咱们调这个进去这个小区以后，这个四周的监控，前后左右，对吧？没有发现车出来，咱们大胆的推断，应该车就在这里边。民警明白，他们是在跟时间赛跑，稍有停滞，车辆很可能被再次转移。在德州警方的支持下，民警连夜查看了德州市区的监控录像。发现两辆被盗汽车开进了一个叫罗庄的城中村，就没再出来。4月10日上午，民警来到罗庄村继续追踪查找，最后在一个小区内发现了被盗的那辆黑色越野车。这辆黑色越野车当时悬挂了我们被盗那辆，被盗的那个883的车牌号。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惊喜。啊，再结合咱们车的玻璃码，我们查询呢，发现这辆车正是我们县被盗的胡某的黑色的越野车。进行蹲守，
经过艰苦的蹲守呢，发现呢一名中年男子驾驶一辆棕色的越野车，径直地停到了这个黑色的越野车车旁。民警呢伺机对这名中年男子进行抓捕。该人呢正是购买我县两辆被盗车的嫌疑人单某。将购买赃车的嫌疑人单永刚抓获后，民警随即派人到单永刚的住处车上进行了细致的搜查，并在其家中搜出了一部手机，而手机里的信息让民警感到很意外。啊，东爷，你看看，就这玩意儿，挺好吧？单永刚每次买一辆赃车，特别低的价格买一辆占九成新以上的汽车回来，他必须到时间要和这台车进行合影，所以到时间是咱直接就根据他手机上这些录像也好，这些图片也好，咱直接就把单永刚今年以来他所有的进行买卖赃车的数量，这些车的特征，咱们就弄得一清二楚了。我们呢连夜对单某进行了突审，单某交代呢，他购买的我们县的两辆被盗车，是以70000元的价格从网友微信网友手中购买的。他联系我，他联系我，因为我以前买过他的，以前买过他的车。啊，怎么跟你联系的？他直接微信就找我说的，有两辆车要卖。嗯，我说我不想干了。他说那会儿我给你最低价，便宜，我一瞅价格还可以。多少钱呢？70000块钱。70000块钱。嗯。两辆，完了，我认为我一瞅价格还挺合适，我心行啊，再买回俩就得了，就去当天晚上去提回来了。通过审讯，民警得知单永刚是在网上跟卖车的人联系上的，卖车人的真实姓名他并不了解。经过进一步的追查，民警终于找到了卖车的人，他就是安平县的田楠楠。田楠楠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河北省安平县公安局网上通缉，所以他的行踪非常的隐秘，要想找到他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就在民警追捕田楠楠的时候，负责在安平县蹲守的民警有了意外的发现。4月12日的凌晨1时许，一辆白色汽车出现在了嫌疑人之前停放被盗车辆的地方，并且这辆白色汽车的遮阳板全部放了下来。根据经验，民警推断这应该也是一辆被盗车辆。难道嫌疑人再次作案了？如此疯狂的嫌疑人究竟藏在哪里了呢？追踪再遇盗窃车，民警守候夜半擒贼，特大中间商落网，揭开非法交易黑幕，利益诱惑非法交易，警方重拳出击打源头。一线正在播出夜奔。民警调查后得知，白色汽车是田楠楠等嫌疑人4月10日在河北省南宫市盗来的。民警坚信，这次只要盯住了这辆白色汽车，肯定能够最终抓获嫌疑人。晚上，我正在那儿旁边蹲守，一个车里边蹲守，突然看见一辆车开过来，迅速停在那儿，然后下了个人，把被盗小车辆迅速开走。晚上这辆车动了，一名嫌疑人呢驾车离开了。这名嫌疑人呢驾车在安平、深州、深泽来回的转。4月12日凌晨，专案组民警秘密跟踪该车，发现嫌疑人田楠楠驾车最后住进了一家宾馆。
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驾车停到了深泽一个旅馆的门前，然后入住到一个深泽的一个宾馆内。所以呢，指挥研判组就是我们专案组立即抽调了十余名干警前往这个旅馆进行抓捕。我们当时紧跟着来盯着，以后等他屋里黑了灯，黑了灯以后，我们先把外边围住以后，直接去前台查查这个田某某的住宿记录。没有，说到时间，你这个还能怎么漏啊？咱们目前到时间对旅店业这一块管控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实名登记，这是怎么回事啊？民警查看宾馆的旅客登记信息，却发现里面并没有田楠楠。跟踪的民警明明看到嫌疑人进了宾馆，怎么会没有登记？民警想到，嫌疑人有可能会利用别人的身份证进行登记。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有个姓宋的名字非常可疑，此人跟田楠楠是一个村的。我说不管是谁，肯定错不了，抓！你手机里边有卡吧？没有。俩都没有啊？那个有。哪个有？华为有是吧？这密码能开吧？密码忘了。田某拒不交代其真实身份，而且呢，我们当时监控显示的是他当时驾驶的被盗的白色的越野车入住的宾馆，但是当时我们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白色越野车的一个车钥匙。经过半小时的搜索，我们最终是在楼道的一个花盆里边找到了这个车钥匙，可见其有多么的狡猾。如果抓你的时候，你把这个物品都在什么地方？你的车钥匙在什么地方来着？车钥匙你刚才放什么地方了？我们进门的时候，车钥匙放到哪儿了？你放在哪儿？花盆里边。为什么要放花盆里边？为什么放花盆里边？说实话呗，为什么放在那儿？就是为什么放啊？放那儿啊？就是放，没放，花在盆里面，放在那儿了，就放桌上了。那我们怎么在花盆里边发现的？就是说实话，为什么放在里边？说实话，为什么就是放在那儿？啊，就是放在那儿。好。咱们带到我们原始县公安局进行审问。经过几天的心理斗争，其终于交代了其在2017年1月份以来伙同他人盗窃7辆高档的轿车的犯罪事实。田楠楠供述呢，当时他们是3个人去原始县盗窃的我们2台被盗车，他们3人呢其实是刚刚才赌团的，3人呢甚至连各自的姓名都叫不太上来，另外2名嫌疑人呢，我们其中一个嫌疑人至今还未掌握其真实身份，另外一名刘某呢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了。据田楠楠、单永刚2人交代，平日里这2个人都是通过微信在网络上与全国各地的多位买家进行被盗车辆的买卖和交易，其中一个大的中间商微信昵称为豆豆。随后侦查人员拿着单永刚的手机，以单永刚的身份在微信上与豆豆进行了沟通，最终掌握此人的真实姓名，叫宋涛。宋某某这个人到时间他就经常性的给田某某联系，我要什么哪一款的本田车，我要哪一款的本田车。翻过来说，这个田某某他除了到时间对宋某某这一个
这一个下家以后，他还对应着单某某这个下家。单某某和宋某某，他对应的到时间倒车团伙不仅仅就田某某这一伙的人，盗销机动车犯罪的一个网络，并且获悉了网络内有宋涛这样的大的中间商存在。所以呢，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抓了宋涛，我们这个案子就能做强做大。先说江苏这一组，江苏找宋某某在那儿工作，所有的信息登记的信息全部是假的。咱们利用咱们公安的手段，在当地的配合之下，咱们用十五天，用整整十五天的时间，咱才把宋某某拿下。7月19日，民警将宋涛抓获，其供述了介绍他人买卖41辆被盗车的事实。至此，一个涉及河北、四川、山东、河南等十几个省的特大盗车贩车团伙浮出水面。随后，民警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秘密伪装侦查，将负责改码、中介、购车等各个环节的众多嫌疑人逐一查清身份，为最终的抓捕奠定基础。整个揭开了一个到时间涉及全国的盗销改一条龙的网络。所谓盗，是盗窃机动车的专职业团伙，销是专门销售这些被盗机动车的，改是为这些被盗车提供服务。所谓的服务，也就是修改车辆特征，修改车辆特征，套改。我以前是底下车有个群，底下车和那个二手车有个群，之后呢，就无意中聊天啊，就接触到，聊一聊，就很多人群里很多人，就接触到这个，当时看着也是不太相信，但是它价格非常低，我就试试，完就买了一辆，真买来了。嫌疑人单永刚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被盗车辆之后，再从网上发布消息，每辆车加价2-3万块钱卖出。据其交代，前后一共倒卖赃车6辆，非法获利10余万元。这个田奶奶她是涉嫌盗窃罪，盗窃罪本身的话是盗窃公司财物，数额又分成这个较大、巨大和特别巨大。数额如果说巨大的话，说应该判处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特别巨大的话说，就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两个，这个单永刚和宋涛，他两个涉嫌的是，刑法里头规312条里边规定的，也是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这个本身是两个档次，构罪的话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话说，应该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经过半年多的工作，河北原市警方现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9人，追回被盗的高档汽车45辆，并且起获了解码器、信号屏蔽器等作案工具数10件。据警方介绍，目前类似的汽车被盗案件作案手法越来越专业。针对某一具体的车系，有专门的团伙给盗贼提供工具和教程，将盗来的车辆改头换面。对于这样的团伙，警方只有加大打击力度，打掉源头，打掉链条，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车辆被盗案件的发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